反义词，萝卜蹲开始，美人鱼蹲，美人鱼蹲完白雪蹲。美人鱼，你说错了，你头上是白字，白的反义词是黑字，所以应该是我蹲才对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重新开始吧。白雪蹲，白雪蹲完小野蹲。啊，美人鱼，你为什么和我讲白雪说的是我？不对，白雪说的明明是我。美人鱼，你说错了，我说的是小野。你怎么能喊小野呢？多的反义词明明就是小呀。美人鱼，你弄错了，多的反义词是少。这也太难了，我不玩了。美人鱼怎么走了？你们在玩什么呢？我也要参加。我们在玩反义词萝卜蹲，听起来好无聊呀。这样吧，如果我能把你们都打败，你们就必须和我做的饮料，没问题。小野蹲，小野蹲完凯莉蹲，凯莉蹲，凯莉蹲完白雪蹲，白雪蹲，白雪蹲完安娜蹲，安娜蹲。哎呀，大家也太厉害了，看来只能用魔法了，黑暗之力。白雪蹲，白雪蹲完安娜蹲。啊，怎么错了？白雪，你怎么连这也不会？记得反义词是粗，安娜头上不就是粗字吗？你好好看看我头上是什么字，我刚刚看见的就是粗呀，怎么变成劲了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反正是你说错了，快认输吧。好吧，我认输，不过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说安娜有没有使用魔法呢？如果有的话就在评论区发送11，如果没有就发送22，快在评论区告诉我真相吧。